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警示灯号？做法是这样子的，成长率，销售额成长率，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去做设定格式化的条件图示，依照销售额成长率，然后接下来这边麻烦请把图示改成红色灯、黄色灯、绿色灯，再接下来这边请把百分比全部改成是数值，我比较喜欢设定数值。如果这个值大于或等于 0.2 小于 5 绿色灯，如果这个值大于或等于 0 小于 0.2 黄色灯，如果这个值大于或等于负 2， 说不定有可能会负的很多，小于或等于 0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给它红色灯，然后直接点确定。我们的排序其实是按照最由小排到大，这个才是老板很快速可以看懂的。